好，一起来关心天气。明天因为东北风增强的关系，北部、东北部的高温呢会下降四度左右。由于水汽增多的关系，迎风面的北部以及东半部地区呢也容易会有降雨。而在南部地区还有中部地区，也因为呢会有局部的短暂雷阵雨，民众呢要多加注意。接着来看为您整理的山海气象。